看不见，我说我们不进，你跟我们找人家吧，对不对啊？你也不直白。阿姨，行了，不让我们进。好了，就此留步了啊！记者朋友，就此留步了，咱们记者朋友，来来来，咱们这学员，来来来。要求马航兑现承诺，在去年3月8日的时候，他已经承诺我们，在哪块在哪个海域找到残骸，第一时间让我们驾驶亲临现场。第二个是啥呢？我们要求看登机录像，就凭一张登机，就凭一张机票，说明我们的亲人在飞机上，但是得拿足够的证据，证明我们亲人真的登上这架飞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求看登机录像，一年多了不给看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求呢，明天的见面会，马航、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必须出席领导参加。另外呢，必须有媒体向你们媒体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沟通会。人家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，他也都不是能做主的人，面对我们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提那个上那个发现残骸的现场去看去，说的让他跟我们做那签证，人家说往总部反映，这一句反映就没有音信了。打错了，我们现在就等他这个马航的负责人出来和我们见面，也只能是我们这些人出面了。